日本牙科登台，牙齿美白超便宜。在日本有81家分店的牙科诊所来台展店，强调 SPA 的享受、贴心的服务，甚至跪在地上帮客人解说，还有超便宜的牙齿美白。其实我们最主要最大的特色就是牙齿的美白的部分，我们其实所有使用的美白的药剂以及我们所使用的那个炫白的冷光灯，它都是从日本独家就是专利就是过来的，所以它的效果会非常的好。那一次大概短短20分钟，我们大概可以提高2到3个色阶。像这个小姐牙齿原本属于这个颜色，进行3次疗程之后就变得白多了，每次只要4000元，比起一般的冷光美白一次要25000多元，便宜很多。不过这家诊所只做美白、洁牙、清舌苔、唇部保养，所以台湾牙科诊所也没在怕。台湾牙科，尤其特别是我们诊所，会比较强调打造一个微笑曲线，适合您个人的微笑曲线。那不是光牙齿美白而已，还要美型啊。我想日系他们的美白，他们比较着重就是把它课程化，它可能分几次的疗程来进行。那一般我们台湾的方式是直接就是当次，一次就是把冷光做完，那效果是立现。究竟是便宜比较好，还是一分钱一分货？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动新闻台北报道。